大家好，我是国画山羊老师。有的同学是不是这样画荷花的？有点可惜了。今天教大家画一个简单不翻车的画法，用曙红左右两笔勾出荷花的花瓣，线条可以丁头鼠尾，花瓣的弧度稍大，画得饱满一些，笔肚蘸淡曙红，笔尖蹭一点点深色，按出花瓣颜色的渐变。面向我们的花瓣，用色要淡，区分花瓣的正反面。提醒大家点赞收藏一下，咱们继续。藤黄交代下莲蓬的形，上一下底色，用石绿画出莲子，画成小笼包的样子，浓墨点一下莲子头，用胭脂点出花蕊，往中心处带，或者由中心往外按，形成大小变化。点的花蕊要有大有小，三五成群。藤黄加花青调出枝绿，笔尖蹭一点点淡墨，画出杆子，浓墨点出杆子上的刺，刺要有大小变化，参差错落，疏密有致。完成荷花，你学会了吗？